If you think you're beautiful, there are more beautiful people than you out there. So don't think you're beautiful. Just believe in yourself that you can do it and that you are perfect. 我在大学读的是 Fashion Merchandising， 然后当我读完大学，然后学校的教授给我了那个就是 recommendation to a fashion magazine。然后我当时就误打误撞，其实我是去应征一个工作，但是那边一个 fashion editor 以为我是一个 model 来 go see， 所以就误打误撞，然后他们就是一直说 I have to be a model， 所以我那时候也是挺怀疑自己，一直在问自己是 what is model， 所以对，所以就慢慢的就是其实误打误撞而走出来。而我是从一个华裔来讲，我是从加拿大温哥华那边出来的，所以对我来讲就是 there's no fashion in Canada. Let's have to say no fashion in Canada. 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我必须要认识更多的人，而且不是就是不是公司会推，而是你自己要去认识。不像是在中国公司会帮你就是介绍客户，会给你一个 casting， 会给你勾稀，但就是在加拿大的话，你反而是反过来，你必须要就是 work three times harder to you know to make it you know to break through。我本人的个性以及我的长相是就是稍微非常极端，我是一个 very straightforward 的一个人，但是认识我的人会知道就是 I'm more friendly, I'm more welcoming, more warming and more how to say, just more nice. 可能也是我是摩羯座，所以有的时候面就是非常的冷酷，然后思想很多，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会给别人一种就是怎么讲 misleading。第一场秀其实我面中的是 Dior Own 法国的迪奥大秀，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头发也是像今天这种样子披头散发，然后我穿的一个黑色的牛仔裤，一个黑色的就是背心，我就坐在那边，然后就静静的看书，然后那时候 Karl Lagerfeld 就走过来，他就跟设计师讲是说 Wow, that girl is very beautiful， 然后我那时候就懵呆了，我想说我说 Where's the girl？ 所以后来我想说你在说我吗？绝大部分50%的模特他们是天生的，但也有50%的模特他们是后天的。那后天天生就是怎么说，就是我们会说就是天生丽质，但是问题是天生丽质但你不懂得去善用它的话，其实也就是一个糟蹋。只要你身高，只要你的长相条件都符合，其实你可以做，但是你必须要有更多的自信，你必须要了解你自己，你还要了解就是你自己就是最擅长的那一面是什么一面，然后以及你的自信。就是 If you think you're beautiful, there are more beautiful people than you out there. So don't think you're beautiful. Just believe in yourself that you can do it and that you are perfect.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vid， 我非常的开心今天能够来到澳洲，这是我第一次。然后我第一天到澳洲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在澳洲有非常非常多的华人对我非常的热情，我非常喜欢跟大家聊天，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微博和我的 Instagram。